进散高原。随着热闹的安塞腰鼓，跟着陕北旅游达人萧燕先生，2014年五月，我们三度参访进陕高原，首站来到万里长城第一台镇北台。10多年前1999年四月，我们首次参访这颗塞上明珠榆林寺，大家都把这座遗寨叫台北镇，当时他也没说什么。时隔15年，我已法常事忙，但一在镇北台却依然雄壮威武，帅气挺拔，犹胜当年。只是城墙上的游客刻字有增无减，突然留下无情的伤斑和泪痕。铲不尽的默默黄沙，飘不完的蓝天白云，跳不停的狂歌腰鼓，诉说进陕高原的独特地域风情。眼前一群群的山羊，一台台的载煤大卡车，还有画面没见着的细土和大量天然气，今天的陕北果真扬眉吐气。陕北边城榆林神木共成为塞上明珠，也是闪亮的能源新都。花花难，一在那山
这个绵绵，哎呀，早已招手。了解那匆匆呀，了解个人，哎呀，累个蛋蛋泡在，哎呀，撒好好灵。谢谢。那个见面容易拉胯呢。山的那个鸟，哎呀，赶上岭的那个人儿要回来了。你若是我的哥，萧燕解读：陕北民歌是没落贵族痛苦以及的最后呐喊。老编的认知却是，民歌是生活伤痛的救赎，是珍贵的文化资产。谢谢。大路口，送你到大路口，小妹妹我不肯丢手。有几句的那个知心的话，哎，哥哥你记心头。走路你走大路，万莫要走小路。大路上的那个人儿多，哎，拉花儿解忧愁。坐船你坐船头，不要坐船后。船头上的那个风儿大，忘了。侧路拴起走西口，离乡背井走西口，泪淡淡好比心上雪。丝毫分离活难离，哀怨深深比台湾靠屌啊。
更令人心伤泪崩。1996年4月，出访陕西壶口瀑布，情绪亢奋，就如同现场配乐《九夜酒》的酒，江涛全卷，滚动千长千百回。1997年6月，台湾骑士小黑柯受良继骑摩托车飞越长城之后，驾跑车飞越黄河天堑壶口瀑布，成为亚洲第一飞人。1988年，央视自播6集河山纪录片，阐述中华传统黄土文明的反思和批判，并对西方蔚蓝色文明的向往。故事诉说一群爱国青年仿效美国青年在黄河壶口漂流，结果全数牺牲罹难，因而牵动了全国青年的河山。更重要的，他们成为次年64天安门事件的思想前导。更想不到，今年2014春晚节目播出，陕北农民歌手王向龙演唱这首船夫曲《天下黄河几十几道弯》，也就是26年前的河山主题曲。这是否意味黄土地、黄河流、中国梦？
来到虎口嘛虎海，虎口大江来，沙哩哩哩沙啦啦，沙啦啦啦海，唱民歌啦嘛虎海，祝你们快乐嘛虎海，嘿嘿嘿。碛口客栈是我们唯一能落脚的地方，间间客房大红灯笼高高挂，似乎充满洋洋喜气。其实窑洞炕床很高很窄，我两公婆只好头脚交错睡。这下我们才了解什么叫做客栈打尖。这是哪门子的黄河？真是不像黄河的黄河。这段黄河水清波平，哪来这么温驯的一面？
岸边竟然留着日夜江河的雕塑。啊啦，千面黄河，你是错字的黄河海滩。相传隋末一代枭雄刘武周，为对抗唐太宗李世民，在山西绵山介休寺以新秀对应方式营建一处完备的军事设防村落。他一是突厥外邦可汗势力，建造立体三通军事地道，抢夺当今最夯的两岸三通先机。并仅是三通免不了暗藏陷阱。但看在这群善男信女的眼里，这些机关算计似乎全然无动于衷，只看这棵怀抱柳，只满于研究考察原始臭手茅坑。绵山寒食清明研究指出，春秋之时晋公子重耳为逼出大臣介子推，骤然放火焚烧绵山。这把火虽然没有逼出大孝子子推，看似昏庸的重耳却给了庶民百姓一个小确幸，寒食加清明连成一个连续假。此外，寒食节不烧饭不生火，如同客家聊天窗，男不耕女不织，大家唱山歌来补天，这不就是三八妇女节的最初发想。
绵山古寺，道观天桥，动辄上千年历史，对这尘封已久的神机异事不敢随便乱说，只能跟着膜拜祝念，祈福安康。唐代宝塔龙心寺，镇庙之宝小篆书法碧漏碑，碑文笔画繁杂难懂，比我知道的26个英文字母难都了。将主角张生真过分，一位赶考的考生竟敢爬墙越树，密约私会传情书，这样参加联考会上吗？
隐隐共事，一个扶伤的孝女竟然跟陌生的路人谈恋爱，真是不打不起，乱爱一通。二郎神主杨戬，你庙里的照壁藻井真漂亮，但旁边的助理长相怎么那么凶啊？中华四大历史文化名楼鹳雀楼，唐代诗人王之涣写了登楼千古绝句：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，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我们也登上了最高一层楼，借此看到蒙蒙一片的关中平原。这个地方留的啊，那现在黄河水的话呢，看到这边是又向西移了啊。那黄河呢，距离现在的鹳雀楼的话呢，大约呢是两三公里啊。那这个黄河它的流向呢，是最开始是自北向南流的。咱们说呢，到了枫林渡那个地方呢，又拐了一个大弯，流向呢发生了变化，变成了自西向东流的啊。从长治久安到西北安定，西安是一城文化，半城神仙。一层压一层的土层里，随便挖出来一个文物，都可以有上千年的历史。
很惭愧，这些千年古物叫我读我都读不出来。西安博物馆王馆长安慰我们说，真正的人气国宝还是在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馆，你说呢？